放哦。奶奶最右边啊，再转过来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中间右下方。对，最右边再一次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身体转过来一点点，对，好来。OK， 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。 好的，那好，今天出席活动的感想。好，今天为什么？不好意思哦。今天参加不锈控的活动，那这次的系列是自然想念系列，我觉得很符合我的心，因为就是它是接近大自然，然后不锈控它比较低调，又不是奢华的那种精神跟设计。 还有他对每件事情的热情，其实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因为其实很少在台湾出席活动，特别为了这个牌子赶过来，为什么？来帮讲一下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很爱珠宝，然后这次有机会就是可以参加新的这个就是系列的那，我觉得很荣幸。那其实上次也是参加他们珠宝在高雄的外地方。而且趁这次来，你可以物色一下，看下一次的那个生日礼物是什么，请先生帮我选一下。是因为10月29就生日。对哦，你好有心哦。对，其实也快到了，所以可以先选一下。那要不要再介绍一下今天那个手上的那个？哦，这个它其实它蛮厉害的，它是就是 rose gold。 还有 mother of pearl， 然后跟钻石，还有42.96 carat 的 cushion cup， 然后设计的一个项链。那我觉得它的那个这个花朵的曲线跟那个珍珠的配合是非常完美的，就是完美代表不锈控的 modern chic 的一个 philosophy。戒指好像也是同一套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看这个那么大。 我以为我对珠宝已经没有任何，就是不会再心动，但是今天看到这个真的很想带回家。那最近就是除了再带2个女儿之外，还有忙自己的那个品牌之外，会不会想说再多出席一些，或者开始接？会啦，因为女儿已经大了，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已经管不住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时间让我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最近会比较常出来，就是接下来有些活动，就出国的一些活动去参加。然后拍戏的话是会的，但是就是要看时间跟我搭配才行。毕竟我不能一次走个半年、1个月，最多1个月吧。那其实还是要常回来台湾，之前是不是还有跟心如他们一起碰面吃饭？对啊，因为他们都在台湾，所以每次来都跟心如啊，还有那个有时候会跟皇上碰面。 可是现在有追剧，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古装连续剧，但是是因为皇上的关系，所以我很喜欢追剧，所以这次真的是第一次看宫廷剧。我是一个礼拜看3次，每次看到11点对我来说已经是熬夜了，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是几乎起不来，差不多6点半起来吧，就是因为小孩要上课。 看得很累，但是很好看。那希蕾要不要谈一下？因为之前我跟心如他们吃饭，那有一起合照曝光，那大家网友都说就是那个容颜还是一样动人，就是非常的漂亮。这部分你自己怎么看？还行啊，当然就是很开心，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要保持比较很自然，就心态很重要。其实外表并不表示。 任何就是外表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内在是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平常因为我也做运动，然后我的作息时间比较正常，所以可能状况会比较好。那个于是在姐妹心如也生了，然后你也生了，会不会催生加熟悉？我催过了，下次你帮我催催看。那老师要记下年底的这个。 明年的高雄将会支持一下吗？高雄啊，好啊，我看一下安排一下时间，因为其实小孩也很喜欢看他们的演唱，看他的演唱会。我之前上海有去。那所以香港刘德华他到底讲到吗？香港对刘德华。刘德华我什么？是不是刘德华？我想看他演唱会，难不难得？好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